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秋天枫叶。那么今天虽然也是这个游戏哦，但是我这里主要还是想看与小兰互动的内容啊。我应该会分割出来，因为之前每次跟小兰互动过后，那影片时间又特别长，那影片时间特别长过后就没什么人看，所以这次就分割出来看看成效会不会比较好。那我们直接来跟小兰互动吧，看一下有什么内容。好，有话想对小兰说，喜欢吃大福吗？哎，这是不是一点很危险的事情？好，来问一下好了。糯米汁的东西，我碰一下都觉得难受。何况里面还有奶油，讨厌糯米的孩子，你该不会还吃过这东西吧？是吃过的，这东西我只能吃零个。零吗？所以不是零就是无数吗？而你却吃了不止一个。这你到底是怎么知道不止吃一个？这个大幅摄入量已经不知道是我的多少倍了，暴食之罪我记下了。靠，暴食之罪。不过为什么会问我这个问题？你觉得我是小黄？不然呢？呵呵呵呵呵，因为我和他很像。是。如果他和我真的有相似之处的话，那我只有一个忠告给你，小心点，他肯定对你说谎了。好哦，那我们来看第二个内容。好，与小兰闲聊度过一段时间，切换到白天。我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，那来一点运动如何呢？你愿意的话就陪我练一会儿琴吧。好，好哦。站在小兰身边默默地看着他拉琴。夜晚过去了，赶紧们都不用睡觉了。早上好，哎，小黄出现了。哦，现在可以用这个来切早上晚上，是不是？干，又有新内容。所以我跟他玩的海龟汤是，哦，第四集我可以玩了，可以玩第四集了。然后番外，哦，两个的番外还不一样嘛？可到底怎么解锁啊？那番外我另外再做，然后我再看一下这个新内容好了。小黄好像有话要说。那个，对不起，我下次再也不做大福了。我没想到你反应会这么剧烈。还看你晕倒了，干，你在大福里面放药丸呢，孩子。我应该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再做的。我会支持你做大福，但是我不会支持你做有药丸的大福，好吗？幸好你人没事，我当时真的害怕的快哭出来了。我见到他了，干，会不会被捅啊？他说了什么吗？没说什么，但我很高兴能再见到你。你是个骗子。我的话应该会选择不说。这样呀？确实，我很开心，因为我能玩第四集。那个，我们还是先来继续海龟汤故事吧。还有，谢谢你。好哦。那与小黄互动，还有一个，那我继续。小黄好像有话要说，好了。有好好进行收集吗？哦，又是收集的东西。我来检查作业了。没有。让我看看，你都收集了什么好东西？可另外跟你说是垃圾哦。得。不错不错，已经小有所成了。好哦。这是给你的奖励。哦，直接给30张。好，这东西收藏有什么用？好，我也想知道。用有之用，无用也有之用。哎，干，不要讲文言文啊。小时候我很喜欢布娃娃，长大后就不再喜欢了。布娃娃是不是就没用，不该存在了呢？好，我是没有将它们扔掉，偶尔还会拿出来修修补补，摆放整齐。确实，布娃娃对我而言已经没用了，但我不想舍弃的，也许是当时的那份情感和回忆吧。如果有一天你对海龟汤故事不感兴趣了，应该不会。我也会将你玩过的故事记录收藏好。愿意等的话，也许还会有再会的一天。好哦，似乎有点意味深长，我也这么觉得。还是先来玩海龟汤故事吧。干，你们不要逃避责任的时候就是玩海龟汤故事好不好？干，那应该是没了，因为这个切换晚上应该就是小蓝小黄的切换了。那我接下来我来扭蛋一下好了，然后我直接收集手办跟周边好了，那漂流瓶跟椰子就算了。子弹，干，是扭好耶，干，是子弹耶，喂。是new好耶，其实有不是new的可能性吗？只是会戳重复的嘛，那也太可怕了吧。审判锤，干，为什么这次这么黑暗？好吧，那就这样，这个番外篇就到这里结束啦，哈哈。因为我真的很怕就是会超时太多，那之后我们就会继续回来玩第四集啦。好啦，以上就是这部影片的全部内容了。我是秋天枫叶，如果喜欢影片可以记得反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可以点个订阅。那就这样啦，我们在下一次海龟汤故事集再见啦，大家拜拜。有要紧的事情吗？我会一直在这里的。
所以路上小心。